这礼拜五要拍啊，来换一下，因为我这个。我硬吗？我硬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安排好。好，开始哦。现在时间是6:28，晚上10:20。目前的部分，你看到我们在柳伯坦的房间里面偷偷放了一台相机，正在监控他的所有行为。你先看到那个庞大的身躯，就是叶童年。而我们准备在9:20，10:30，我们要给柳伯坦播一段非常 special 的影片，所以请你来。